Hello，各位网友好。所以这个视频要讲讲关于就是这几年比较火的全球性课题啦，就是那一些有涉及到领土纠纷的一些战争啊，就是好像比较主要就是俄乌战争咯，然后现在的以哈冲突咯，然后还有一些好像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也是有领土纠纷，然后印度跟中国也是有边界领土纠纷，然后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有领土纠纷，所以这些除了这种这些就是还有就是有关于那种岛屿的岛礁那些，就是好像讲中国跟日本的钓鱼岛，那有纠纷啊，就讲那个岛礁是他的这样子，还有，中国跟菲律宾什么那岛又是他的，然后还有那个，中国所谓的九段线又是说是他的，就这些是九段线是涉及到马来西亚的领海啦。所以这个是马来西亚是不能讲哦，就其他国家发生东西，就自己是能置身之外啊。所以这个是涉及到马来西亚的主权了啊。所以这些领土嘞，我觉得是主要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就主要是那些国家啦，就是讲哦那个。那地方那个领土是属于他几千年几百年是他属于他的，所以这种说法呢，导致到现在很多东西就哦这里是他的，但是又不是他的，然后就很多不必要的这种，我觉得是无谓纠纷了，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纠纷，就因为某些国家不遵从，国际法，就这样简单，哦，一边是支持国际法，一边是不支持国际法的判决，就是有国际法庭了嘛，就他判出来的东，就那个判决就是国际法出来的判决咯，所以就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国家好像讲，就好像讲中国啦，中国说就是某某判决是他们不能接受了，他们不会去理会了，所以现在坚持在可能在九段线啊，在菲律宾领海啊，在日本领海啊那边，所以搞事情啦。当然我不是只是针对中国啦，但是还有很多人讲俄国也是讲哦，就讲乌克兰就很多那种。我觉得就是他是说就是乌克兰有一些什么阴谋那些啊，但是我们分析很多那种分析师分析出来是觉得他是要吞并乌克兰啊，他不是要所谓的哦，还有就是有受到威胁啊，那个NATO 啊，就一个扩充扩扩扩扩大到到俄罗斯边界啊。然后导致他们受到威胁啊，然后才要攻击，侵略乌克兰啊，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俄罗斯自己的单边的说法啊，所以很多人知道他是想吞并乌克兰的啊，所以这个是各有各的说法啦。但是现在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现在主要是大国，他们是不赖账了，可以讲是不愿意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庭的判决了，所以导致到现在世界是很有一点这种被大国弄到乱糟糟了，然后可能会他们会将矛头就有一些人或者是这些大国就将矛头指向讲哦是西方啊美国啊搞事情啊，就是搞到就是这种国际法他们是以美国为主啊这样子啊，我觉得是这个说法呢。就是主要是利益咯，我觉得是。但是如果你讲
对于大国一些大国的利益，就觉得哦，这个我们也是要占据一些地方，是我们有霸权的，就好像有一些说法就讲哦，中国是要现在为什么一直搞事情，是因为他们希望东亚或者是讲东方啊，东方那一边就可能包括东南亚、马来西亚这一带啊。是他们挖席了，是他们说了算了。然后俄罗斯就是欧洲他们说了算了。然后美国呢，美国就是其他地方咯。不要讲那个中东国家就真的我也不信不出来，因为他们也不算很强，但是他们是有钱的。这个就是现在好像以哈冲突，就看一下他们的进展是怎样了，看一下他们的在全球的定位是到多少咯。然后还要讲一下，就是伊朗啊，在这些中东国家发挥怎么样的那个影响啊，有怎样影响？这个又是看他们讲，就是他们中东国家可能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谁说了算是比较复杂一点呢、啊？暂时是没有一个讲哦，我是有能力，就是独霸那个区的那个整个中东地区的，就这个是会比较有点比较乱一点的、啊、那边的。但是他们是就是不要说这边了、啊，就讲如果讲中国、美国跟俄罗斯，就主要现在我们可能有坊间是。有这样看法啦，有些分析师也是这样看的，因为如果你讲，这些大国他们都是能尊重现在现有的那个国际法、国际那种国际法庭的判决，也不会这样乱了，就是这一种东西呢，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东西了。我讲，对于可能讲一些小国来讲。为什么讲对小国来讲是危险呢？因为如果你讲这些所谓的大国现在要发动这种战争，是为了要扩展，就是扩大自己的领土啦，就他们可以追溯回几千年、几百年的那些哦，曾经有占领过，就是他的。然后过后发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国家有占领过啊，殖民过啊，他们也是不理了。那么其实这个东西是蛮危险的。可能讲，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曾经被殖民过，也曾经被周围的邻国也是被曾经拥有过。所以如果你讲这些，假设这些大国呢，所谓大国呢，他们有。可能过后成功将他们想得到领土霸占了过后，其他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会有所动作啦。所以讲马来西亚，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要做的东西就是，加大自己在外交方面的那个影响力了。因为如果你讲我们邻国，好像讲印尼啊。泰国啊，他们算是对马来西亚是算是我觉得是比较有，算是有点有所谓的一定有威胁的嘛，就是你这些所谓的领土跟他们的军力也是比马来西亚多了，比较大了，然后他们，尤其是印尼是近期，这几年都是外交能力会比马来西亚。厉害了，因为毕竟他们俩，我马来西亚跟印尼也是属于是，回教国，然后但是印尼的那种话语权呢，我是看新闻那些，是真的是比马来西亚来的有，那力量比较大了，所以再加上印尼也曾经，马来西亚也曾经是印尼的，以前呢，不知道多少年前就曾经拥有过了。所以，当一个国家强大了过后呢，他们的可能有特定野心啊，
就可能换，现在可能暂时是没有那个威胁，但是很难讲换了，政权或者是换了另外一个领导人做的话，可能有这样威胁了。就所以马来西亚呢，是需要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那个力量了。就因为我昨天也是看到有一些那个评论员，时事评论员就讲哦，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在外交方面做多了，就是可能在以哈冲突啊，就是可能做到有点过分了，就所谓他们过分了，就可能做多了，可能过于支持巴勒斯坦啊，或者是不谴责哈马斯啊，的确是，我觉得是这一方面是立场问题啦。可能有人讲你问马来西亚政府有这样立场，但是马来西亚人未必是有相同立场的嘛。就因为毕竟政府需要考虑东西比较多一点，就要考虑到其他外交方面的事宜啦。因为当你在一些课题里面发挥的话，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因为毕竟，事情咱如果讲嘻哈冲突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以色列跟哈马斯基本上两边都是做到没有一个真的是做到完美了，就做到完全不会被人谴责啊。我觉得两边都有做错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讲，马来西亚政府是需要看。因为这些是回，伊斯兰世界的东西嘛，你不需要很多事情呢，必须要考量到，就是尤其是一些其他可能讲中东国啊，或者其他回教国啊，他们的那个立场是怎样的，然后达到一定的说辞啊，你不能讲哦，你这里不用考虑到其他回教国的那立场，你就能就讲我自己想发言，讲立什么立场就什么立场，所以这个东西是是没有那么想象的这样简单的、啊。然后因为如果讲在以哈战争的那个这一方面，的确是印尼是占了在国际舞台上是占了那个比马来西亚。那个话语权是比较大一点的，所以马来西亚是算是我觉得是需要在外交方面需要再加把劲了，不要讲是只是在以哈的那战争的课题上面了，可能讲以后东西啊，他们必须要加把劲了，因为很多时候好像讲哦，现在我们是感觉马来西亚现在是比较偏向中国的，然后马来西亚政府是有谴责。美国的就在一些方面呢、啊，就以还是包括到以哈冲突那边可能处理方面，马来西亚政府是不是很满意的？但是你讲，中国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领海的纠纷呢，其实是有领海纠纷的，因为九段线嘛，是包括到马来西亚的领海嘛，所以。这个事情是，这个纠纷是马来西亚现在是还是跟中国还是算是比较友好了，但是那问题还是存在的，OK，然后只是中国还没有硬起来而已啦，然后还没有谈到真的是谈到细节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肯定是会以后会有一些冲突了，这是肯定了。然后我们马来西亚的经济呢，也是一向来以前呢都是很依靠中国的，然后也是过后有疫情，过后现在疫情后也是基本上也是很依赖中国的，导致到现在我们经济呢也是因为中国的可能内需啊，他们内需放缓啊，跟他们的。中国本身那贸易量也是变小了吧，然后可能外资就有一些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发生在
中国身上，然后导致到他们的经济没有这样好，然后他们经济不好，导致到马来西亚经济也不好，就需求少了嘛，就是像我们购买的那些那种贸易量也是变少了，就是就这就简单来讲，就是马来西亚的赚少了啦，就商家赚少了啦，马来西亚政府赚少了，所以从这个事情这个情况看来呢，我们不能只是依靠一个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大国，虽然讲他们的内需是人口很大，几十亿这样子，十几亿了哦，虽然是很多，但是现在中国不是像疫情前的中国了，他们的能力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强了，暂时性了，但是以后我就不懂了。所以再加上我们是跟中国是有一些纠纷的，就领海纠纷，所以我觉得是马来西亚政府是必须要做到更加就分就要去风险化咯，我们还是必须要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跟保持一定有一定数量的贸易来往啊。可是我们不能完完全全讲哦，我们是因为中国经济变差，我们就要陪着他们变差。我们必须要，我觉得是在出口进口必须要更多元化咯，不能只是单靠一个来源中国，或者是一个只能出口去中国，这个就会对于马来西亚那个风险就很大了。就现在是经济而已，就还好，还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讲假设中国有一天是，中国跟马来西亚的那个交情变差了，可能会有那种抵制啊，可能有制裁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我相信马来西亚是身为小国的话也是抵受不到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种外交政治跟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己本身的国家的能力了。哦，所以我希望是马来西亚政府是需要考量到这一点的。就虽然是讲没办法，因为毕竟中国是出产的那种东西呢，是比较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是比较廉价一点的，比较我们负担得起啦，可以这样讲啦。就如果你讲是西方国家，那东西就太贵了啊，哦，所以就一些东西要便宜的话，只能透过中国，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讲安全东西啊，需要考虑到安全啊，那种个人资料那种安全，数据。安全的东西必须要考量到很多东西啦，哦，但是我们不能讲是这种东西就是要依靠西方这样子，美国这样子，但是你必须要考量到很多东西，我们要自我保护啊，哦，就是你要用某某国家的东西，你必须要考量到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窃取啊，会不会被有他们有。偷窃一些资料啊，就了解到你国家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来讲，台海局势这样子，也是有讲哦，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东西是渗透啦，所谓渗透啦，就是中国渗透台湾这样子，也是会有导致到那种资料会流入中共手中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了，就不管是中国好，美国都好，或者是其他国家都好，我们都是要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咯，因为毕竟我们是有这一方面的纠纷嘛。哦，如果你讲一些国家，我们是跟他没有领土啊、领海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就是主权的。主权方面的那种纠纷呢，我觉得是还是可以有，还是可以就是稍微给点信任的啦，因为毕竟
我们这一方面是他们是没有那个被侵略你的那个意图嘛？哦，如果是还是想将你的国家某部分作为他自己的国家的某部分呢，这个就是有点危险了，或者是就其他东西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是需要考虑很多东西。